被骗了，这种烂地方怎么可能钓得到鱼嘛？嗯，什么都没有，收竿回家回家。那是什么亮亮的东西？一张面具，搞不好我可以把这个东西拿去展览会上，可以卖钱了。池子里面捡到的，这是铝做的，这是那个男人的吗？看起来很像，应该是没错了。你怎么确定呢？因为说实在，我们后来也有去池子里面打猫，真的打到了他的尸体啊，所以可以确定是本人没错。你们有什么想法？说实在，拿给汤川老师你之前呢、啊，我们警方有出一些初步的假设。然后我们的鉴识小组后来有去模拟做出一个面具过程，我们拿跟这个面具一样材质这么薄的铝去试，可是不管怎样压在活人脸上，脸部多少会变形。死人或许是可以，因为死后僵硬的关系，但是就算是死者，我们也没办法做到这么惟妙惟肖、这么逼真的面具。这个池子在哪里？这个池子，老实说就是。工厂的那个废弃小池子，都是工厂的一些废弃物、化学药品跟一些有用的东西之类的。简单来说就是很脏乱。我们找个时间去看看好了。哎呀，好啊，这里是东北。警方现在目前有什么进展吗？哦，我们有去访问了案件的关系啊，就是死者妻子梁子小姐跟曾经向死者借巨款的四刚先生。啊，我想一下。得罪者，我想请问一下，在那之后你还有想起什么吗？想不起来。我想再确认一次，你最后一次见到你先生是8月18日星期一的早上，对吧？是的，没错。那天你先生跟人约好说要打高尔夫球，然后早上6点就已经开车出发了。到这里为止有需要更正的地方吗？没有，一切都如你所说的。原来如此。那我要再请问你一点，你是否知道有任何人对你先生怀恨在心，或者是你先生活着的话会感到困扰的人？我知道有一个叫世刚的人跟我先生借了1000万。世刚，可以告诉我他的联络方式吗？好的，请稍等。啊，我刚受到怀疑了。请问那笔钱后来怎么样？我当然还给四本先生啦、啊。你是怎么还的？是汇到四本先生的账户吗？当然是现金嘛，我直接送去他家哎、欸。送去他家？那是什么时候的事情？7月底的时候啊。7月底的时候。最后我想请问你，自8月18日起10天之内的行踪。8月18。那个礼拜我刚好和朋友去中国2个礼拜啊。你跟朋友去的，那你们是几点出发的？10点左右吧，可是我们8点半集合啦。OK， 原来如此。是这个池子吗？啊，没错，就是这个池子。面具的材质是这个吗？哦，对，这是从工厂流出来的废弃铝片，就会飘在这个池子上面，跟面具的材质一样。那条电线怎么了吗？它跟钢筋绑在一起耶。你说电线末端跟钢筋藏在一起，对不对？哎，对啊。你可以帮我调查一件事情吗？什么事情？帮我查一下这一带8月份的落雷时间跟日期。哦，好，当然没问题。OK， 交给我。哦，好。有同
谈的，不再讲正的。我请你帮我调查，是你调查了吗？哦，当然了。八月份在七十方旁边发生落雷的时间只有8月17号跟8月12号两天。你刚才说8月17吗？对啊，没错。你不觉得志刚是回国后才犯的吗？我们起先也是有这样想过，只是根据鉴识组的报告来看，死者最晚也是在8月25号以前就被杀害了，应该是不可能。曹志，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，中了犯人的圈套。犯人是在8月17日前被杀的。什么？正因为这样，所以8月18号被害者还活着的证词是谎言。你怎么会知道死者是在8月17日之前就被杀的？我试着重现死者的情景。然后呢？你记得那条电线跟钢筋是藏在一起的吧？对啊，还记得，印象深刻。落雷卡在钢筋上，它发挥了避雷针的功能，而大部分的电流会经过电线，释放到池中。但是万一如果电线断的话怎么办？问得好，那就是我实验的重点。当电线断掉的瞬间会产生爆炸，也就是强力的冲击波，进而使得水中的物体被向外侧推，所以影片里理所当然就被推向假人物脸部了。其实早在以前，我大学研究出类似这种应用冲击波的技术，这是论文上的原本。这太巧合了吧！论文的作者竟然就是死者自己本人。曹志，你犯了严重的错误，你中了犯人的圈套。开始。你中了犯人的圈套。你没有加前面那一句啊？开始。曹志，你犯了很严重的错误，你中了犯人的圈套。中了犯人的圈套了！你中了犯人的圈套了！你中了犯人的圈套了！你中了犯人的圈套了！曹志，你太天真了！你中了犯人的圈套了！